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大家回来 OJ 电台第二集，今日又是我主持 Linda Hing。 好，今日主要讲的就是我和各位成员的认识。第一个先讲就是 Fishball 啦。好，你将图出来先。是啦， Fishball 在上面就讲到，他都是一个基佬来的，他经常讲一个字就是啱啱好。是啦，啱啱好。咁我同佢認識呢，就係好細個嗰時，大約小學一二年級啦，三四年級，一二三四五六年級都識嘅。咁佢份人呢，就係以前有好智障嘅，由細到而家都好智障，但近排思想嗰方面出現咗扭曲，因為睇咗啲 BL 嘛，係啦，出圖，係啦，呢隻同呢隻。介 Fishball 嘅介紹就係呢度啦。咁之後就係 Paul 啦，阿 Paul 值得一提咧，就係佢細個嘅髮型。系啦，我以前同佢认识嗰时咧，就系佢嘅发型都一直系咁。我同佢认识嗰阵咧，就系都系小学嗰时嘅，好细个，都系同学嚟。跟住讲嘅就系 Alvin， 系啦 ，Alvin 就系小学插班生嚟嘅，系啦，基本上大部分人我都系小学认识。Alvin 就系插班生嚟嘅，大约三四五六年级到啦，插入嚟，跟住认识咗。当初佢呆呆地嘅，好认真啊，因为佢呆嗰方面啊，好认真。跟住到近排開始正經翻少少，同埋有少少智障啦，同埋變咗重田，因為佢老裝屎。跟住就嚟到 Jason 啦 ，Jason 特別一樣嘢要更加要提嘅就係佢矮啦，係矮，冰上1.6米，可能1.6米都冇。好，就嚟到呢度，介紹人嚟到呢度啦。咁最近 Alvin 咧就開始拍嗰個新系列 Sleeping Dog， 佢話連作三集啊，算我唔知點解連作三集，我問佢。咁你係咪拍得曬？跟住佢話：我諗住琴拍嘅啫。咁算咁唔負責任，都係佢咁重填咗一出。咁之所以其實電台講咩呢，就係、是、每集圍繞唔同主題嚟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講下嘢啦，同埋出咗啲搞笑嘅嘢。雖然每集可能得嗰幾分鐘，但係剪輯咧可能要成半日咁多，因為要揾圖啦、錄音啦、揾題材啦，同埋各種材料方面嘅準備。做咩 ？Photoshop 喎、咁今日主题就系咁啦。咁今日7月1日啦。咁将近暑假，其实我哋团都差唔多放紧暑假噶啦。咁应该会有片出，应该嘅咋，唔好咁大期望。咁最近都冇乜游戏释放。其实我哋最近有玩翻《Minecraft 生存》，不过唔知拍唔拍片好。不过多数唔会拍啦，因为跑咁多都厌，《Minecraft 生存》系咯。好，祝大家一个快乐嘅暑假。好，今日电台嚟到呢度，拜拜，拜拜。呢首歌系我特别为你而写嘅，可能你而家唔知我讲紧咩嘅，但系到你大个攞翻呢只歌喺 CD 机度播，你会知道我为你做咗啲咩嘢。细路哥细细个仲细得几多年，唔好俾你嘅童年净系充满考试同测验。望下个天咁好天，去下海边，因为到你大个就会忘记乜嘢系大自然。做学生要争取时间，有几多功课做都好闲，唔使喊。当你正式上班，先知道乜嘢叫惨。原来做功课好简单，做人好难。唔好怪你学校好似好烦，嗰几个先生，因为冇一个先生系可以烦得过你老板。唔好介意，记要点只系小事，粗行分就系玩紧迷你版嘅办公室政治。唔好笑你同学仔，因为佢将来可能系同你做一世嘅兄弟啊。